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圆圆。比起穿搭，我会比较着重在单品上的挑选。比如说你一件小洋装，但是你戴一个很大的毛帽，风格就可以直接改变。所以我会选择在单品上面比较调皮的、有型的，甚至是动物纹的，我会朝这个方向去。时尚它其实是一直的，比如说十年一转。那我很喜欢上窄下宽的穿搭风格，我也蛮喜欢搭件外套，再加上牛仔版型，会让我的分量感很足，让女生就会有一种率性的感觉。那我今天很爱一片裙，因为它裙头这里有那个长长的皮带，我觉得它让我有女孩感，而不是一个女人的感觉。我觉得只要你够认识自己，你就会知道你可以做到什么样子，你会更想要看不一样的多元化的自己。在穿搭上，我觉得也是要往里面看到那一块。